那个炉啊都会发光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真的吗？啊，真的，你只要考上任何一个医学院，这个组装呢就会发炉啊。没当成医生不要紧，韩国瑜当上市长也能从医疗出发，让高雄经济大发炉。选在三八妇女节之天宣誓医疗观光元年正式启动。一次倒不满的金沙，工作人员急忙左拍右打，韩国瑜淡定不尴尬，如同高雄医疗产业巨大的处女地有待开发。在宣布这天，人就已经进来。深圳来的哦 ，OK。特别希望帮助高雄来投资高雄，并且把高雄的产品卖向深圳，卖向大陆。然后我们的 CEO 也过来。哦，谢谢。一份我们的那个介绍，然后好。我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我月底会到。好，深圳投资客打响第一炮，一旁还有山东大学参访团积极搜集资料研究，还与侯友宜的大哥高医院长洪明峰跨界合作。我们不限定任何哪一个地区或哪一个国家的，只要愿意来高雄参与我们的医疗这个计划的话，我想都是欢迎的。货已经卖出去，如今要让人进得来，韩流从新马再席卷对岸。记者张宇轩 ，S 小组高雄报道。